后是来自于南投台南乡那边的太阳族。在六年前，就是我们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爸他其实是因为他在当警察退休之后，就回到自己的部落里面。然后其实，在部落里面有很多的，就是年轻人，就是我爸他们那一辈的，其实都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必须要离开自己的故乡这样子。那其实我就在台北工作了七年的时间。那其实在种茶，在种茶，我爸他在种茶的时候，他有一天跟我讲说。就是希望，就是可能过几年后，就是要回来帮忙。可那时候我是很不愿意的，因为其实已经在台北一段时间，然后就是还要再回到就是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对。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我觉得那件事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一直到我们开始在收成茶叶的时候，才发现说我不知道通路怎么找，就找不到通路，也不知道怎么去卖茶。然后我就在想一件事情，说难道我就这样子？就是被人家雇佣啊，然后做自己可能不太愿意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于是我就开始去鼓起自己的勇气，想说那我们就开始来创业这件事情。可是创业真的很辛苦，像我们今年在二月份的时候开店到现在，就是每天都超过12个小时在工作，对，所以现在精神是有点在恍惚的状态，对，不是在宿醉。然后我叫雅布，就是我的那个太雅族的名字。对，然后所以就在，哎，往上面那个，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部落，那就我们茶园就在左下方的地方。虽然这个风景看起来很美，可是因为像何瑞友他们团队未来要去拍我们的那个专案的一个影片，然后他们也觉得说，哎，原来台湾还有这种地方，因为我们的路可以说是全台湾最糟糕的路。我们早上去的时候是从，就是你看像看到那个，有看到路吗？对，反正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可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却没办法走回去，因为下大雨。然后听说就是已经路崩了，所以要往另外一个地方，要往那个合欢山，就往翠峰那个地方去。所以是非常的辛苦。然后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产业，特别是。其实很多原住民，其实我们自己都离开自己的家乡，那我们要怎么样再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去？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些事情。像这是我们的茶园，然后我们在茶园里面，我会发现一些就是生态，用自然农法的那种方式去做栽培。然后我们有自己的工厂，是因为我们希望说从生产一直到制造，然后甚至到销售做品牌，都自己做。对，然后我们的品牌叫云山茶香。等下那个影片啊，如果大家想要再回去看的时候，你就打这四个字。那其实云山这两个字就是我父母亲的名字去结合而成的，因为我希望说它是有一个永续的概念，是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在这个当中。然后这是我们的商品，这是三角地底茶包，然后它就可以做成这样的泡茶。然后我们在店里面有在卖。然后这个是，然后这也是其中一个。
然后像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自己想办法，就是让更多人去曝光。就我像是在台北嘛，在台北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在台北就是有做一些活动，还请自己找朋友当 model， 然后拿商品走秀这样。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logo， 在店里面的 logo， 店里在那个丽水街，在师大那永康街那附近。然后我们就把一个菱形，这个菱形其实就是我们太阳族的一个图腾。那里面的小菱形呢，它其实是一个男跟一个女。因为女生的话，她是有织布的文化，就是女生在织布，左边那一个。然后右边的话，男生有狩猎的文化，所以我们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放在我们的 logo 里面。然后这是我们的店家，我们店家里面有室内跟户外。然后我们也希望说，因为这次跟 Terrio 他们合作的话，我们是希望说可以让这个空间有跟焦点一样有正面能量，然后有更多大家可以来分享的地方，甚至是有一个舞台可以表演，甚至是还可以把可能有些画家的创作，然后可以摆在我们的店里面这样做销售。对，然后这是我们过去办的活动，像Ben Amis 他们是也是Terrio他们的一个就是提案者，然后他们就是有到我们的店里面做那个音乐的表演，然后有一场特别是左上角那一场，然后我们店整个就塞满，差不多也是六七十个人这样子，然后这是我们店里面的一些状况这样，然后我们也是有做一些活动的外汇啊，就是我们会搭配就是他们需要做什么东西。其实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是把我们比较特别的是有把一些部落的元素或是部落的一些食材加进我们的那个面包里面，像我妹妹她。我们为什么会敢开这家店？是因为我妹她是面包师傅，然后我们家是用种茶，用茶叶，然后我想说这个东西是可以结合成的，所以我们才想说，我们就可以来创业来做这件事情。对，那其实左边那个就是刺葱，叫玛纳，然后右边的叫玛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然后这个吃起来的味道其实都很特别，特别是我们有店里面有玛告乌龙蜜茶，这非常多人点，下次有机会可以来看看。然后这就是我们自己做的面包，然后都是做那种欧法式的那种面包，对，就是外酥内软的那种方式，对，然后连那个木头，现在有多少人吃晚餐？等下这边结束后可以去。然后我们因为像最近不是有四组吗？然后大家就是我们那边有提供，就是有四组的表演，不是表演。这是投问的，然后反正就是希望说，就是未来希望说可以把这个产业的东西可以是直接连到部落里面去，然后甚至可以做一些部落的在地的体验，或者是一些比较深度的体验这样子。对，然后这个是曾经我去年办过第一次自己办的那种小旅行的活动，然后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也希望说那个点就成为一个部落跟城市的一个交界点。那我觉得不仅是我们自己原住民，或者甚至是其他有梦想的，像各位大家都非常的有梦想，非常年轻，然后其实可以来这边，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来这边做一个交流，或者是做一些分享。还有时间，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官网，然后还有我们的玉山一文咖啡茶馆的粉丝页，然后还有玉山茶像我们自己的品牌的一些就是。网站上的通路，然后大家可以把它拍下来，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进来看一看，然后给我们一些鼓励啊，或者是给我们一些指教，我们会就是经过大家的这样子一个分享，我觉得我们会越做越好这样。好，谢谢。